是四十三 B Z Take One。我真的是包袱全丢了。因为七七四十九天所提炼的质子，我这个独立得到分。来，那个是吧？向这边好了，好吧？因为我们烂货在这边。我的名字哦，我叫陈威正，政治的政。光汉那天跟我聊天，他也说他听了那个布鲁哥说，看了剧本看了很不舒服，很想吐。他说他也有这种感觉。我觉得这个也很难揣摩，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生理上或心理上有遇过这样的经验，所以光汉这个角色。这是天命曾经的事情，经过七七四十九天所提炼的再生水，我现在对你的头壳倒去。耳朵有点那个，进水。对，进水。首先有点一边耳聋的状态。Q Face 有上到一堂那个溺水课，所以刚好就直接用。是心里是很恐惧啦，对啊，因为我也其实也蛮怕水的。一个重生的概念。在演陈威正的时候，我其实是很多时候是把自己放掉了，但是思绪还在进行，只是让你的思绪变得比较缓慢一点，然后包含你的表情跟你讲话的语气跟台词，都我都会尽量可能放慢个0.5秒，或者是1秒之类的，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加的一个东西。那我告诉他，如果你不好的话，要我告诉他。他很认真，然后谁要看那种片子？其实我觉得他是真的还蛮抱持着学习的态度来工作的，他也很有礼貌，我觉得他以后应该会蛮发光发热。要去好不好？不然等一下找个片子我们一起看嘛。你在想什么？我要跟你一起。来，小心小心，不要动哦，不要动哦。好，你们有穿拖鞋吗？穿拖鞋走出来。你们怎么样？为何要？我要扶这一片，不要先拍。你先穿，我要穿鞋子。我要如果哥的壁咚太强，没有，没事，没事，应该没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。那就等一下，我们先把大便的先清出去再说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在戏里面是演他的弟弟，就是我有几场跟他对的时候，虽然说布鲁哥平常就是话比较少，但他其实私底下是很和蔼可亲，但是他只要一上戏，我有时候我看到他可能就会想哭。就是比方说有几场是他可能要接我，或者是他送我到一个地方，然后把我丢在这要离开了，那场我就觉得我好想哭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当下真的是很像我哥哥。对，我觉得他就是可能有这种魔力吧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角色的关系，感觉之后我不管什么角色我都不会很害怕。我其实一直都很想尝试很病态的角色，然后现在终于可能尝试到了，
然后我真的觉得很难，然后就低头，对，然后慢慢的就可以顺顺抬头，顺顺看，神奇，啊，心里要有事啊，好，哎，对，或者你看，光啊，可能会有一些。要喘气啊，就是你心里就是要压抑的东西，然后又要有性成瘾的东西要表现出来。有时候我真的就是，比方说我的手是这样子，但是我就是下完之后我就会回不来，因为它就是麻住了，你会变在一个状态上，然后你真的就是手会变这样，就会回不来。所以我在片场很长时候都这样，都会一直这样子，但是弄完之后还是这样。其实，在得知威正是他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松一口气，因为。我完全都不用担心，我非常信任他嘛，信任到一个不行。导演就说：“那如果我叫你就要捂。”他就真的很不客气的捂啦，我就捂到那个里面都真空了，你知道？真空就是我真的是呼吸不到空气啦。你到后面感觉是真的，我真的快没力，真的在叫。但最后就觉得说，就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在叫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注意自己安全。然后就是，你可以去找陈瑜去那个请教他八气流术的真谛，就是来就是对付庄浩洋这种人，错评，请教回来，我杀你！你到底是多喜欢我？现在得逞了，所以要杀你。目前我不清了，他不像是《沙尘暴》是爱情喜剧嘛，所以在现场拍了，其实你是很怂的，你可以很放松。但我觉得，因为我们这部是惊悚推理，其实明凯导演在现场就提醒我们说，你整个人其实是要很绷的，因为你要让观众感受到那个惊悚推理的那个节奏。OK 了，可以了，转点。我觉得演这部戏，每个人应该收工后都会松一口气。辛苦了。